走这条，对，我现在拉你调这个左前轮左边，那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下，我下，我下，你下，我下，没有了 ，OK。龙哥，你要不要调左边？啊，小心。说轮子大就是好处，哈哈哈哈哈。比较大颗啦，对你对啊，所以说轮子大要 OK， 就可以跨过去了，车高了，车高差不多，真的。你看，光是过这两颗，我那个打档杆就那个后刹车杆就歪了，那应该可以叫一档。